8月15日，20位候选港姐现身铜锣湾，参加 TVB 2018香港小姐莎莎 Be the Best, Be the Rest 的前哨战。其中7号佳丽丁子田、8号佳丽陈静瑶获颁发最佳口才奖，而17号佳丽陈小华则被选为我最爱佳丽。真的有点开心，因为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意想不到，就是我本来觉得自己就是，比你们都还不是真的太好，可是觉得很开心，他们就是选了我出来这样。二号佳丽庄家慧因身体问题多次缺席之前的活动，今天出席时手臂上亦呈现大片红痕。她表示目前伤势基本痊愈，希望接下来以更好的状态迎接比赛。我现在就是已经基本上没事，因为你们都能看到我现在已经开始正式出席一些活动，然后而且我现在以就是更好的一些状态去迎接我的比赛，所以我相信到时候能做得更好。15号陈婉成日前上传了 Kiki Challenge 的短片，但此举高难度的演出却遭网民疯狂复评。他今天就借媒体向公众做出诚意道歉，在回应时也忍不住数度哽咽落泪。其实我第一次面对这样的事情，然后就是在拍那个片段的时候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回响，还有就是这么多的负面的评论，所以其实我就是觉得很害怕，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回应，所以其实这几天都蛮大压力这样。非凡娱乐香港报道。